大眼怪兽把小雨伞糖豆从乔治手里面抢了过来，还把乔治推倒在了地上。大眼怪兽正乐滋滋的准备回去品尝他的小雨伞糖豆，这时候迪迦奥特曼突然出现：“快把你手里的糖豆还给小朋友！”还给他？怎么可能？ 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小雨伞糖豆的。乔治本本来躺在地上，一听到迪迦奥特曼来了，壮了壮胆子，来到了大眼怪兽跟前，对大眼怪兽说：“可是你这个糖豆是我的，你喜欢吃，你应该自己去买，你不应该抢我的糖豆呀。可是我今天就要吃这个糖豆了。” 今天这个糖豆你肯定是吃不到了。要想离开这里，就要把那个糖豆放在这里才能离开哦。乔治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今天一定会把你的糖豆要回来的。可是，可是，乔治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看来这件事和平是解决不了了，是吗？ 说着，就向大眼怪兽撞了过去。大眼怪兽把手里的小雨伞糖豆放在地上，来吧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！大眼怪兽你一拳我一脚，和奥特曼打了起来。还没打几下，大眼怪兽就被奥特曼一脚给踹在了地上。现在还要糖豆吗？ 大眼怪兽爬起来，今天算我输了，我们下次再来战。说完，灰溜溜的离开了。乔治又重新得到了他的小雨伞，糖豆很是开心，不住的感谢奥特曼。不用感谢我，小朋友，只是你以后要少吃一点糖豆。糖豆虽然好吃，但也不能经常吃呀，这样牙齿会坏掉的哦。 好的，好的，我记住了。乔治连连答应，带着他的小雨伞糖豆离开了。英雄迪迦奥特曼总能在别人出现困难的时候及时出现。